车，我去送你。啊，行吧。我看见我以前的朋友，还有我前男友。对你的印象，我不认清。还行吗？简直就像灰姑娘被施了魔法，变成了公主。能让那渣男后悔吗？岂止让他后悔，这全场的已婚男士都得后悔。两位美女，方不方便让我们单独聊两句？好啊，行。谢谢啊，你上。你胖了。秦梦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，来，你听我解释吧。啊！你疯了！